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618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工作室系列97号的产品，它是来自于变形金刚第7集的飞剑。飞剑这个人物呢，在以往它的性别呢是有男也有女两种说法，但这款97号的话呢，各个方面看起来应该是比较接近于男性角色。那么它的一个鹰的形态，这个很明显看得出来啊。它比 Kingdom 系列要增加了很多的机械感，啊，从和会就已经强烈的透露出来。大家最关心就是说，它和先前的 Kingdom 的飞剑到底是不是同模？这么说好了，基本上是属于改模，但这个改的话改的也很大了，也不能讲改模，这个很难说，因为变形思路的话呢是完全的一样。甚至于说零件的分件呢，也几乎是95% 以上是一样的。我把玩了几次之后呢，比较明显的差别只有这个肩甲的部分，在 Kingdom 的这个肩甲是可以上下做调整的，而这一款 SS97 是直接是一块零件，没有办法分出来。但是呢，你可以看到它的个子的话呢，大上非常的多，后方的翅膀也大上很多。那么细节的刻画呢，就会可以看一下，在王国系列，它的兽形态尽可能的去接近于到真实的动物，而97号的话呢，就大大方方的把机械的部分的刻画上去了，更加贴近于有机生物跟机械生命体的融合了。那么脸部的这个造型来讲的话，也是变成了电影系所谓的蝗虫嘴嘛，就是机械人的面孔的感觉。然后 Kingdom 的话呢，则更添加了几分人的一个感觉，啊，你也可以说它像埃及的这个天空之神法鲁斯的一个样子。那两者的关节的处理的话呢，也几乎都一样。可是 SS97，到目前为止它各方面的紧实度是非常好的，涂装上呢97也不会很差，特别是它翅膀后面这个部分，它上下两个要有做出一个分色，我感觉是很漂亮的。那么可以看到它身上的机械的部位啊，我们来给各位看一下。除了后面这个部分之外，前方的话呢，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应该算不算机械部位。总而言之呢，有一些不是有机生命体的一个刻画在身上。它的脚啊，我初拿到的时候呢，这个脚踝非常的紧，所以我两侧的脚踝呢，我都给它上了细油。上了之后呢，其实我有点本来还有点小后悔，因为我想想不对啊，它这个脚踝这么紧，是不是为了要能够负担它巨大的翅膀？后来我想也是多余的，这个担心完全是多余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身上的可动，头是一个球形关节，上下可以动。那手臂的话，360度转动当然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二头肌可以转动，拳头的话呢，很可惜不能动，它变形的时候呢，有需要是折进来。但是本身自身不能转，腰身的话呢，变形的时候是有需要的，所以它自然是可以转动的，叫前后左右踢没有问题。膝盖的话呢，关节偏下，然后脚踝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接地的一个表现，脚后跟其实算很大了啊，站立性其实非常的不赖。那手上的话呢，有一枚这个导弹，这个没有其他的武器了啊，比较可惜。那空洞处的话呢，勉强算是后面这边。那翅膀的话呢，完全张开的时候呢，给各位看一下。啊，可以说是非常霸气的一个人物，这样子，好像从空中空袭下来的样子啊，挺好看的啊。我个人对于这一款的造型，是给予比较高分的一个评分。这是它整个翅膀打开的形象。那我们也让 Kingdom 的这一款，应该是这个是男女版的飞剑嘛？如果你要两个都收的话，你也可以这样子说啊。然后它的结构呢，真的就是90%。都是一样的，这个两个 翅膀的一个前后看一下啊，你看这翅膀的大小的话呢，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，身高，这样对比就更加的明显了啊。那这个不是动物频道，我们就不播交配的画面了。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款97号的飞剑它的变形过程。首先的话呢，刚刚有提到说它的跟王国的版本，其实它这个板子这里是不能掀起来的，王国那一款是可以掀的啊。好，那我们先把这个后方这里卡扣给解开，这里解开。
那它的结构呢？各位，如果你有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去复习一下啊，Kingdom 版的那一款，它的变形结构完全一样哦，完全一样。它这里呢是有一个双盾关节在这里的，那我们就是把它的双盾关节给整个给，先把它给整个拉出来，拉出来的情况下呢，这个空隙的话呢才会够大，这个时候呢才能够把它的头啊顺利的给转过去，这个双盾关节整个拉出来。好，这个时候头呢就可以翻进去了。人头跟鸟头呢，做一个互换之后，整个这个双盾关节看到吗？这里两处的双盾关节，而且它是分开的，它不会联动，所以你必须两侧都用手动的去把它给推直，然后呢，整个就上方就直了，这个地方卡扣把它给扣进去，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哎，这里空隙最大，把腰部做一个旋转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把手臂的话呢，直接转到这个方向，这个拳头转这个方向，然后这里这个缺口。这个缺口本来是藏这个双盾关节的部分，现在的话呢，就变成藏拳头了。这个空间的运用的话呢，是非常有趣的啊，这也是变形金刚玩具一个很大的一个乐趣点。你看嘛，这时候拳头就塞到这里面去了。好，那这个炮弹的话呢，按照说明书应该是只说把它往前转吧，转这样就行了。那 Kingdom 的话，那个是要装到大腿侧面，但是我们并不需要这么做。再来的话呢，你这个脚就这个地方转一圈。这个地方再转一圈，然后呢，整个抬上来之后，它这里的话呢扣进去啊，它这里有多做一个 L 型的一个直角，可以让你做一个靠位啊。Kingdom 的话呢是没有那个 L 型，直接推到底就可以了。女性角色当然给它推到底了。然后呢，这里我这么正直的 UP 主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群不是很正经的观众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这个继续把这里给扣上，然后呢腿往后折，这里小腿这个地方一样。再做一个反折，好的，那么这个最后把这个翅膀啊，不对，这个头这里没扣好。好，翅膀的话，这里一样是有一个凸啊，它要扣进这里面有个洞，把它给扣进去。好，扣上去了。那这个翅膀的大小的话呢，就看你个人的喜好，想要把它摆成怎么样。那因为这一款97号呢，它的这个脚爪的非常的巨大，所以它有着更好的一个站立性，你可以把它。啊，如果你希望它是脚是这个抬高一点，做一个更好的一个腾空，对比一下它的鸟类的形态呢，刚刚的尾巴的结合呢，这个啊，Kingdom 版的话，它这个卡扣是横向的，横向扣的啊，但是呢，我们的这个97呢，它是一个纵向的一个扣法啊，这也是两者稍稍有点不同的。那以扣的一个方式来讲，是 Kingdom 扣的比较密合一点。再来，飞弹的位置啊，它是放在大腿，可能因为它的飞弹比较大，要藏在这个地方反而藏不进去。而我们的这一款97飞弹比较小，可以直接扣在手上，所以它侧边这里呢就不需要再多补一个洞，让我们来做一个炮弹的收纳。那大小的话呢，我们从后面来看翼展好了啊，对吧？这个鸟类有时候大小我们都是看翼展的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哎，97号的话呢，是明显是大上很多了，而且它的身上我们刚刚有提过了啊。Kingdom 的话呢，是尽可能以真实动物作为拟态，而97就直接的呢，把机械的部分呢都直接外挂上去了。那它的尾巴的部分呢，也由于它的尾部做的比较大，因此对它的这个尾部的话呢，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，我是说人类的尾巴这个地方有比较好的一个遮盖。那么呢，它的一个嘴巴，说明书上说是可以打开了啊，但是呢，我就抠了很久呢，我是抠不出来啊。Anyway，你就当做它是可以嘴巴可以打开吧，反正我是打不开它。那这个头也可以往下看一点，但是往下看一点的话呢，这个地方感觉比较怪，好像变成什么某某奇怪的那个奇美拉还是什么奇怪的生物了。那它的一个脖子这里也是有刻画的，那头是摆在这边，它这里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洞。算是兽形下最大的一个破绽啊，当然其实更大的破绽应该是在脚了，底盘很厚一个。那这也是基本上啊，这个就是属于 Kingdom 那个模具呢，就一直保存下来的一个状况啊。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翅膀稍微做一个折叠，不然的话呢，其实它很占空间的啊。哎，这样子放上来。好，那整体来说啊，它就是一个Kingdom 这个模具的不对。而且这个也不能算改模，应该是说完全一样的变形的结构了啊，只在零件上做了不同。哎，
不对，它整个零件已经做新的了啊。哎，你反正各位你懂我的意思，反正用一样的变形的想法是可以把它顺利做成变形的。那两者哪个好？我觉得两个都挺不赖的。那反正也造型也差这么多嘛，你把它当成一公一母的一个把它收起来，我觉得也是不错的。那目前这一款在台湾的反斗城是属于山鸡的状态，应该是这一波的玩具里头目前最没有人问津的。对，除了那个蓝色的录音机之外，还有铁鹰，其实在台湾也比较没有很多人抢着要。但是据说因为大陆没有代理版的关系，所以铁鹰跟双履带呢，反而是在大陆那边的朋友们都是不容易买到的，也是蛮妙的一个现象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聊到这边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